等一下就去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到了位于加州硅谷山景城的谷歌总部啊。远远的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座圆形的建筑，这里就是谷歌的游客接待中心。在之前来参加 I/O 的时候是没有的。这个白色的建筑是海岸线圆形剧场，之前谷歌 I/O 就是在这里举办的。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小山坡不高，不少谷歌的员工在这里散步、讨论工作，空气非常的清新。走起，我们去看看谷歌 Store。这里有最新的谷歌手机，比如说 Pixel 8、谷歌平板，甚至还有谷歌摄像头。我也看到了谷歌的这个折叠手机，虽然整体上来讲不是那么热销，但是特别的耐用，不像有些安卓品牌用一用就变成砖块机了。我们转过来看一看谷歌的这个纪念品商店啊。我最喜欢的这个纪念品的话呢，就是这个谷歌的篮球和谷歌的自行车，还有一些 YouTube 的纪念品，果断的入手。下面我们到这个谷歌的食堂来看一看啊。那这里是西式为主啊，凉菜、冷餐、面包、三明治，还有它的这个咖啡。也算是应有尽有啊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能看到有这个学习的区域啊，有不少的小伙伴，也许是谷歌的员工，也许是来参观的小伙伴，也在这里读书写字，然后这边还可以看到有一块比较大的这个办活动的一个区域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午我们都点了什么，来馋一下大家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You give me four, please. Four? Yeah.